大家也很关心，草根小哥，草根小哥现在情况怎么样？还有他的家人，太太、小孩，他们怎么样了？他现在这个，我觉得可能未来接下来几天会有一个会有好消息发哦，出，对，太会有好好消了，息出来，因为，毕竟在日本还目前来说，我们看他前面所有的经历的这个过程，还没有说超出法律的这个规则之外，就一切他们都是按照流程走的，所以，我们知道他是肯定被陷害的，但是你在哪个国家，他都有流程去验证嘛。所以我觉得，我们预计按照这个目前最新的情况了解的话，接下来几天会有好的事情、好的消息。太对，好了，当然他的家里人，不，尤其是两个孩子，我们都非常好的照顾，然后他的家里人也都很好的照顾。对，就是律师一直在这个不停的跟他在交流、了解情况，然后跟检方、跟法官都有交换信息，然后政府跟那个法官那边也了解他的背景。了解的爆料革命的这个特殊的身份，然后你像前一段时间黄河边跑到这个日本去，为这个说了很多的信息，这都提交了，提交了以后对草根的案子是非常有利的，哇，太好就人家就了，知道哦，原来你们说的这个都是共产真党试的，图，对，那跑过去送证据去了，对。对，所以说对这个草根的案子还是非常有利的，但是我们当然非常相信，你不可能有这个证据，他们去做这个违法的事情的，一定是陷害的。但是也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。你想这个背后栽赃陷害的人花了这么大的价钱，他肯定会也花大功夫，要让他去待在监狱里面更长时间。但是我们还是相信没有日本的这个法律。相信日本的这个警方还有政府，包括法官，对，会非常公正的，所以我们大家拭目以待，有可能未来几天会有好的消息。太好了，拭目以待。对。